手残，我要卖牌玩到底。是怎样？这哭啊、哦！又被抢了，今天应该可以稳稳上钻石吧？我们滑水镇全员到齐，兄弟们，星界海盗碧波，我们三滑水阵容，三位一起，全部捏起来听牌。连精灵龙都来，滑水阵了，这把终极滑水，星界先开滑，碧波随后，贪婪海盗在后面，最后还有个精灵龙。能不能不要笑得这么恶心？精整装备战，不就等于要开赌了吗？我们要开赌吗？就拿这个另外两个坐牢。宵夜吃到一半，看着敖星身上那。精灵对子怎么办？外面有没有玩精灵龙了？这把精灵龙是什么啊？哇，没有人玩呢、欸。最容易出的果头好像没到，其他都到了。哇，这里应该放蝎子强一点，没注意，我被精灵对子蒙蔽了双眼。这把看起来。又要往上走了，走上路，这把走上路，除非等一下嫖到东西，不然这把兄弟朋友们，开奖啊，感觉还不赖，要了吧，干，来得及吗？舒服，洗钱呐、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洗不出来，屎都喷出来了，这把。早知道玩星界了，一块钱都没洗出来，还输了，还没吃到利息，我操！为什么不放摩菲特？对，我在干嘛？哇，我在耍智障，兄弟们，我在耍智障。起来考我棒子哎，这畜生！干什么合起来了？哇！坏了，我的火炮没来，坏了，怎么办？唉，啊！开局两个对子，到现在一张不来，回忆来的这张还是选秀搞我，啊！把我火炮搞没了。半熊拿火炮，两个一直靠洗钱多爽。星界滑水，哇，好多钱！个照，哎，火炮你个照，看你能跑去哪，看你往哪逃，火炮，往哪逃？哇，好痛啊！哇，疯狂电，电烂。电烂改杀，嘿嘿嘿，有没有看到大哥在这里啊？尊重一下，大哥在这里啊！超级熊怪，爆锤捡钱，爆锤捡钱，捡爽，捡钱再一块再一块，哇，好爽好爽！钱一直弹，狮子别死，狮子别死，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你死太快了，狮子。钱还没洗够啊！我想要的都没了，锁头暴打，电，再电，捡钱，再电，抓，再电，抓，洗钱机器，OK， 遇到这家。天湖牙银，看看发生什么事。他没鬼锁，应该暂时还是打不穿我。他的伤害还是不够看啊！我熊怪爆电一波，捡钱80块，极限攻速，炸炸咚咚棒，再一块。你把谁有伤害啊？那有伤害的换下来，他们熊怪可以多洗点钱。
大戒啊，完了，有点拉垮，手速慢了啊，手慢了，刚没飘到七等的几率啊，我想说那个打完了要升级飘七等几率，忘记了，我刚要留钱给熊怪加攻速，太贪了，贪到自己忘了升级，有点可悲。看一下，公里九五，我们公里上得了九五吗？干，这样装备刚需很差很多哎、欸。我感觉有点硬哎、欸，就玉龙吧。我们这个玩玉龙妥妥的啊。这家城呢，四只二三星凯莎是什么鬼啊？这他妈太糊了吧 ！No， 只能捡人家用剩的。三金龙，三金领龙继续飘。能赚就继续赚吗？为什么不赚呢？对吧？这个火炮金苗这么爽，肯定继续飙啊！就用这个经济慢慢把龙养到两星，再把熊卖了，好爽，好爽！一点三，一点三，哎，出车祸，哭三个，熊怪一打二，熊怪一打二，熊怪，熊怪，哇、可以啊，金枝连败。金龙用得到吗？用金龙来当金鳞龙，熊怪跟谁滚、哦？不行了，这样太单了。欸、可以耶，熊怪跟狗头滚，我就可以挂三龙了。三龙10%额外伤害，有搞头吗？我好乱啊！我资格开三龙，不行啊！这金鳞龙打经济用的，赚到这里可以了。别闪了，别闪了！光哎、欸，光火爆，管要了，再洗一下，进龙区我再洗一下啊啊啊啊！忘了换，忘了换奶吗？太忙了，这波洗完，我答应你们，这波钱洗完我就走，好不好？我就嫖到这波结束，我不会再贪了，我答应你们，我就贪到这，真的真的，我就贪到这，我就贪到这就好。还可以挂谁啊？亚树，哎、欸，单身单身，我忘了。可以啊，等一下上九开个瑞空，完事，爆锤，双龙爆锤，啪啪啪啪啪啪！这武器也没有必要换了吧？要要要要要，忘了要拆他太太，要拆他太太。没有变形了，你走了，你走，你走。哇，这家是不是有点强、啊？打得过吗？哦哦哦！车祸，车祸现场，车祸现场！抬走，干可惜两滴。哇，你看他这质量，他这质量老七耶！他这质量要竟然要老七，好离谱！我们上九挂牙膏啊！哇，这装，装都不是很舒服哎、欸。最舒服的只有一个，我看到了，蓝霸牙膏，我们拉九，拉九开双战，蓝霸牙膏，顶级啊，顶级啊，每一条九五大龙都被我当狗，结束，我还可以开三蜜哦，我瑞空捏手上还可以开三蜜的哦。哎，你不要冲位打一个雕像好不好？看你是不是假赛啊？是假赛吧？中国队打一个雕像，太演了吧，兄弟！哇，水银有60%攻速，斩了！等级压制啊，兄弟们，等级压制，就说亚树一定行嘛！哦，给谁？奇奥玉吧？这给奇奥玉还是亚树啊？4000、2000，看起来是给亚树哎。玉龙下来吃整装哦。啊！忘了，他没满吗？啊！漏一只赛粉，玉龙真的没吃到哎、欸！哇！哦，显示 bug， 那我玉龙几层？128，哇，看不到。那、啊、这泰坦在叠，等一下看一下，看 AP 就知道了。一层有四点，叠满有16 AP 啊，应该要116。呜呼呼呼呼呼呼！金秒准玉龙，
顶级、欸。他很糊哎、欸，他全二嘞、欸，打得过吗？我的前排应该扛不住哦、啊，他应该会被我双龙过。他只有一件火甲，扛不住，他扛不住，他扛不住，车进去了，车进去了，直接干后排了。啊，九五大龙全员二星没有用，排走。那我们剩下的上线就是三星龙了，但没不用管了、啊，因为游戏要结束了。啊！手残，我要卖牌玩到底。我是喜憨儿，我丁特本人是喜憨儿，不会输吧？哇，输了我接受不了，真的。这输了的话我接受不了，好像真输了。哦，巴德屌弟，巴德鬼弟。哇！这都行。同行哎、啊，同行怕啥、啊？同行拿个杀人剑吧，两束杀人剑吧，没二没差嘛，这两只不用二就能赢他了，我甚至不需要走位啊，不用走位就放着，撞进来自杀是不是？兄弟，你进来自杀啊？啊？看来你还没有搞清楚谁是你爸爸。你没搞清楚，真的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很强哎、欸，其实，他其实很强哎、欸，怎么可以跟我打成这样？吃，为啥不拿龙人转哦？没看到，我没看到龙人转。没事、啊，但杀人剑差不多吧，给阿树一个杀人剑。我找到精灵龙的秘诀了，我透过一直毒感杀，发现精灵龙很强。我开始多一个滑水的阵容了，就是精灵龙。好滑，好滑。